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88页第一行看起。末世劝转相交。请看经文，无般涅槃，金刀见灭，人名禅为，佛为众物，无烧无痛，久后转去，如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翻译。这一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告诉弟子们，佛灭度之后啊，般涅槃注解里头有，就是一般讲的般涅槃，一个意思啊。佛灭度之后，经教就衰了啊，渐渐的就灭了。世尊法运12000年，这个地方注解也都有经典依据，有这么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2000年，一种说法因为女众出家，正法减少500年，就是佛的法运11500年，那释迦牟尼佛以我们中国古大德的记载啊，今年是3000年，40多年，40几年我记不清楚。比一般传说的相差几乎600年。黄念祖老居士
在报恩坛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报恩坛是一部好书。啊，进修皆要。是他老师编辑的啊，报恩坛是他的注解，是他最后一部著作啊，不是文字。当时跟同学们讲这部书的时候，在他的家里讲的，听众不多啊，全程录音录像啊，时间很长，所以这一些原本的这个录像带、录音带暂时找不到了，整理费了很大的功夫，晚年几乎全心全力做这桩事情。啊，无量寿经注解写完之后，就是进修皆要报恩坛。啊，这部书我们相信，对于往后净土宗有很大的影响。啊，也就是越来越契合末法时期众生的根性根基。啊，这一部录像我听过两遍，确确实实是末法修行的捷径。啊，总共只有32拜，32拜里面的内容包括整个佛法，大乘小乘，宗门教下，显密圆融。啊，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部佛学概要来看。啊，五门简括用的时间不多，内容非常丰富啊，值得流通。不但值得流通，要认真大量的去流通，推荐给大家。现在这个时代走向了科学工业，每个人工作都非常繁忙，没有时间来休息，这个无念简括就起作用了。啊，它简单扼要又非常详细，释迦牟尼佛留在世间这些经法直趣几乎全部都包括了，啊，非常难得的一本好书。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以经法见灭，少痛转聚，故复戒令舍恶修善，奉持经法。可以说释迦牟尼佛以及历代的祖师大德奉持经法的人，
啊，到我们这一代，我遇到的还不算少数，有十几个人。啊，今天这十几个人都往生了，都不在了。啊，念老是我这一生当中亲近的最后一位善知识。啊，他走了之后，善知识没有再遇到过。使我们感慨万千。啊，我们跟上一代比有很大的差距。啊，上一代跟再上一代的比也比不上。真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往后怎么办？啊，佛在这个经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现在人修学难啊，没有真正善知识的教导，善知识留下来的，多半都是文字啊，文字好，这一个我们不能说实际，我们中国人讲价值，一价值60年。60年做比较是衰退的，跟经上讲的完全相应。佛在此地劝导我们，希望我们能沉船，从上一代人里学来，认真努力要修行。研究经教的人还有一些个，儒教修行的人不多了，比不上上一代。啊，研究经教接近真正修行不如，什么原因？环境是最大的因素。我们晓得佛法熏修的道场最重要的安静，现在地球上的人口每一年上升，地球的面积没有扩大了，人口不断上升，伦理道德没有了，科学发达导致许许多多人对宗教产生怀疑，啊，很不容易入门，啊，多少人入门了几个月、两三年，他就再不来了，退转了。
啊，这些因素我们不难了解。地球上生活环境在变了，人类的烦恼加倍了，或者还超过，跟真相讲的一模一样。人民谄媚，虚伪，歪曲，佛劝导我们断恶修善，我们的恶不但断不了，而天天增长。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怀疑，科学提倡怀疑，用怀疑才发现真理，才让科学不断的进步。啊，所有的宗教，包括佛教，没例外的，一般人都认为这是迷信。啊，这是过去帝王时代、专制的时代，用这个来欺骗老百姓的。有这种观念，误解圣教的人很多。我们在年轻的时候看到世间人啊，尤其是专家学者有声望的这些人，年轻人对他们敬佩啊，他们不上寺庙了，不上教堂了，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啊，于是变本加厉。啊，他们还看看这些书，不进教堂看看经典。那我们连书也不看了，造成严重的误会，这个对佛教沉船带来很大的影响。啊，我要不是碰到方东梅先生，给我上了一课佛经哲学，我跟佛教就没有缘。啊，老师告诉我，他是学哲学家，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没听说过。啊，只在他口中听到的，大乘佛法是哲学典籍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没人给我讲过。我对老师举足信心，没有丝毫怀疑。啊，他给我上的课我完全接受了。缘殊胜啊，遇到他之后知道佛法
值得学习。不但值得学习，而且是必须学习。那为什么？儒家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平是和平，也就是讲的世界和平。大乘佛法的讲这些东西啊，讲得很透彻。啊，我相信每一个人，只要是人，不管他是东方西方，是哪个族群，是哪个宗教，我相信都希望我们这一生能够过得很快乐，很幸福，我们的家庭很美满和睦，啊，国家富强，世界和平，这是我们的向往。啊，大乘佛法里头全有。细细看这些大乘经，佛说的多。比宗教说的多，啊，中国人，中国的古人，把这一门学问称之为宗教，这两个字用得好，啊，这两个字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它。词典里都有，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啊，尊重崇高。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两个字连起来，那就是人类主要的教育，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人类重要的教育，第三个意思是人类社会遵从的教化。啊，不但有经典，有学术，它传到中国来2000年。这2000年来，在中国撑船的，我们看到了一代一代的高僧大德，大德包括在家学佛的居士，他们留下来的著作，对于经典的修行，对于经典的研究讨论，啊，学习的报告，这些典籍都留下来了。我们读到了，不能不佩服。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达到他的水平，很难。什么原因？那个社会是太平盛世啊，乱世人自顾不暇，哪有时间去研究学问啊？一定是在太平盛世，盛世的时间比乱世一般要长。啊，但是盛世几乎都超过一个世纪，所以他能有卓越的成就。我们读到这些典籍，典籍正是佛经说的话，句句真实，没有错误，没有虚妄啊！只要我们依教修行，一定会有成就。这依教修行，修行这两个字意思要搞清楚，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论，我们身体造作错了，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修行你真的受用啊，你真的幸福，真的快乐啊！你明白了，懂了，搞清楚了，没有修行，也就是起心动念还是贪嗔痴慢疑，言语依旧是妄语两舌，其余恶口，身体还是免不了杀盗淫，这是大乘经上常常看到的，每一部经典佛都说啊，佛不说法则已，说法必定少不了这些劝勉我们的话，劝的变数要多啊，不多怎么样，疏忽了。张家大师劝我戒律很重要，我跟他三年，每个星期见面一次，那这句话超过一百次。什么时候给我讲？扩散完了，问题解决了，我离开慈心，他老人家都会送我到门口，在门口最后一句话，戒律很重要。为什么？戒律是行门啊，是落实啊。啊，经典义理明白了，没有疑惑了，没有落实在生活上，得不到受用。啊，所以叫修行，修正，起心动念，修行，言语造作。修正，这对了。啊，没有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
重视行。啊，行从哪里？老师教导我的总原则，看破放下。看破要靠经教，经典里面所说的。那行门从持戒下手，持什么戒？三规五戒是什么？啊，所以净宗学会在国外成立了。这个名词净宗学会，夏莲居老居士提倡的，早年我在美国，黄念老居士给我一个使命啊，要我在外国到处遇到这个修净宗法门的同修，都劝导他们成立净宗学会。所以像净宗学会在马来西亚大概有100多个，最多的早年我在美国大概有30几个学会，我离开这么多年，那一边净宗学会不但没有增长，退转了。现在大概有10几个，啊，什么原因？没有人去教导啊，啊，逼着我们不得已用卫星电视，用网络，啊，不用这个办法。没有第二个办法啊，再其次就是印经大量流通经典，这是我们能做得到的啊。随着光阴，体力精神一年不如一年，特别是现在最近的3年有明显的感触。我们盼望的期望的是传人，佛走了，世世代代由这些弟子承传啊，传到我这里了，我也要有弟子承传。如果没有人承传，对不起老师，对不起佛陀，对不起广大的群众。我们今天渴望的没有别的，就是望的真正有发大菩提心，续佛慧命，弘法利生。佛法
跟中国传统文化决定不能在这个时代断掉啊，不可以啊。沉船的人要发大心的年轻人，要把这个沉船看作是自己这一生来到这个地球上的唯一使命。我来干什么？我来就是传传统文化的，就是来传大乘佛法的。发这个心的人难得，不是发心升官发财，那个不稀奇，那不是佛门讲的功德。沉船佛法，沉船传统的汉学，是真实的功德。真实功德必定有祖宗庇佑、三宝加持啊，不怕没有老师，你真发现佛菩萨会化身来帮助你，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没有福报，佛菩萨把福报给你，没有寿命，佛菩萨帮助你延寿啊。没有缘分，佛菩萨协助你遇到缘分。真正起心动念就跟三宝感应道交，一点都不假。啊，这段经里面最重要的教给我们转向教界，如佛见法，无德犯也。后面这两句是教我们要真干的，依教奉行的。啊，净土宗的依教奉行是最容易的，一心道，人人都有份。啊，第一个条件，真正相信。相信西方有极乐世界，第二个，真正发愿，愿生净土。净土什么样子？《无量寿经》上讲得很清楚，这部书就是介绍，介绍我们到极乐世界。第三个条件，放下万缘，一心念佛，事出世间一切法都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佛法太多，学多了嚼不烂了，消化不了，一样只取一样啊。我是这一生当中讲经讲了30年之后才回头，啊，回头什么呢？看自己有把握成就的，我要把它抓住。啊，看来看去只有净土宗这一门，我有把握成就。其他的84000法门都难，没把握。啊，净宗这一门有把握，幸运之名，我做得到。啊，所以回头
归净土了。学文殊，学普贤，诸位念华严经就明白了。文殊普贤怎么成就的？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我是看到这一段下定决心，不能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将来再搞六道轮回，那就大错特错了。轮回太苦了，无量劫出不去，啊，一定要依照佛在经典里面教给我们，啊，像我们这一段也讲了不少个事，不少次，啊，佛是苦口婆心教我们。远离无，这个无简单的说就是杀盗淫妄酒，翻过来就是无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无戒是善，反面是恶，无要断。你无通就化解了，通是苦，现在的苦叫花苞。无烧，烧是来生堕地狱，地狱是一片火海，无论是什么地狱，你去观察都是一片火光，要烧啊！啊，活活的被烧死，多苦！啊，地狱就是活活的烧死。地狱从哪里来的？我业所感，不是人造的，不是阎罗王造的，也不是上帝造的，是我们的恶念、恶行自然感召的。你明白了，你就不怀疑了，你就有意要超越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正法时期戒律成就，也就是佛灭度之后的五百年，第一个五百年能持戒律，就能够证果，啊，证阿罗汉果。阿罗汉就脱离六道轮回了。第二个，相法时期，一千年，这一千年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中国
在家出家这些佛门弟子他们的成就很可观，很难得。相法时期多闻成就，特别是大乘佛法，在中国这个地区学习的人多。依教修行的人多。这些人是过世决定不读三读，人天两道，修得好的升天，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第二个一千年就是末法时期了。末法一万年，现在已经过了一千年，现在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佛法衰了，明显的衰退了，这我们看到了。怎么衰了？学习经教的人还有，依教修行的人没有了。也就是张家大师讲的戒律很重要，现在大家把戒律丢掉了，或者是研究戒律走偏差了，这都必须要注意到的。走错路了。一定要懂得佛为什么叫我们持戒。持戒是放下障碍。障碍什么？障碍我们得定。也就是障碍我们的清净心、平等心，我们如果常常心、常常清净、常常平等，就会开悟，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小悟阿罗汉，大悟菩萨，大彻大悟成佛了。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戒律的重要。戒律怎么持？净宗学会成立，第一个成立在美国，在旧金山。我跟同学们讲了五科属于戒律。第一个，敬业三福，要认真做到。三条，第一条，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诸位要有重视啊。头一句孝亲呢，第二句尊师啊。所以我说孝跟敬是圣学的大根大本。没有孝敬，假的，绝对不是真的。真的，生根
就在这上扎，然后慈心不杀，修十善业，戒律啊，头一条啊，根本戒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违意。依佛做老师，发愿做佛的弟子，跟佛学习，行。佛教你持戒，啊，三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六祖能大师说得更好，皈依觉，觉就是佛。皈依正，正就是法。皈依净，净是清净，清净就是出家人。啊，他叫皈依觉、皈依正、皈依净，说得好，不至于错会了意思。出家人要把觉正净表演出来啊，做出来给大家看呢、啊，那就真修行人，真修行人也少了，一代不如一代。啊，这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违意。主要是对出家人讲的。啊，最后是通说的，最后一条，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菩提心难发，因果信，深信不容易，要深信，特别深信的是信愿持名是往生的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是果，深信因果，这个比什么都重要，精华当中的精华啊！第三福啊，这是第三福，敬业三福。世法、佛法都离不开团体啊！只要是团体，团体没有规矩就乱了。所以佛给我们制定六合敬，见佛同解。戒和同修啊，第一个重要，我们的想法看法要一致，这叫同解。如果意见不合，天天吵吵闹闹的，我不服你，你不服我，这个团体是决定失败，不会成就啊，见同解了，那要落实，就是戒同修。
他两个是连到的啊，然后非常具体的说出来，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群，和合僧团。世世代代都遵守啊，如法的僧团一定遵守啊，如果不遵守，这个僧团是假的，不是真的。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一定是六合敬我们在客观环境里头要去观察真正是六合的僧团难得了一定要参与成就我们自己的道义啊必然有成就学习要依戒定慧戒定慧三学入佛门菩萨修六波罗蜜自度度他啊不是欢喜布施，布施是自己行门里头第一门功课，这布施放下，什么都能放下，利益众生，绝不伤害众生，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般若，最后是大彻大悟。就是为这个前面五种做到了开悟的机会就有了啊最后修普贤菩萨十大愿望第一个礼敬诸佛称赞如来诸佛在哪里？每个人都是诸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那么你本来就是佛。赞叹诸佛是对别人的善行、善意。赞叹没有回报的礼敬赞叹这就对了这都是佛经法教导我们佛菩萨希望我们遵守不要违背啊！只要认真学习三宝加持非常明显有时候让我们自己能感触到佛菩萨帮助我们的汉学院没有佛菩萨加持不可能出现的既然到这来了你就晓得是祖宗之德
是三宝价值来了，认真修修啊，难关要慢慢突破，没有突不破的难关，真正突不破，佛菩萨来帮助你突破，要有信心啊。我们初学讲经的时候遇到困难，准备功课这一段有困难，心里头不清楚不明白，也找不到参考资料，怎么办？书本放下，拜佛，拜上三百拜五百拜，豁然就通了，意思都出来了，写都来不及，感应不可思议。每一个讲经的法师都有这个经历，都有这个经验，相信真的不是假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大师的。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88页最后一行，看起戒规当机受回，请看经文：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众会，不敢为师。啊，这个七句经文说出佛陀无尽的慈悲，令人非常感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弥勒菩萨身临佛会，佛陀的教会，故或长尽谢，赞叹如来，下面这句话意思很深：世人卧苦，记住前面佛给我们讲的这个卧与苦，我们现在看到了。啊，过去有，没有这么严重，所以现在我们读这部经，感受比过去要深多了。啊，对佛陀感恩的心也不断地在上升。谁给我们说？除佛之外，听不到这个声音。我是造物，苦是果报。啊，果报里面就是讲的痛、少。啊，这个我就是前面讲的。无我赶来的无痛无少，弥勒菩萨
这句话非常肯定，如是，甚深啊！啊，如是如是，连着是两句。佛慈无量，于如是至物至人，咸以平等大慈，悉度脱之。这个地方，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这样的我人，用什么心态来对待？用平等大慈。习度错之，一个都不少。只要他能够老实、听话、真干，佛菩萨了不舍一人，造作无逆失恶的我人。佛还是平等慈悲度你，为什么？你之所以造恶，前面讲的无恶、无痛、无受，无恶是现前的造作。十善业道经上讲的十恶，无恶展开来就是十恶。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啊，身三、口四、意三，十善业道经说的。身杀生、偷盗、邪淫；口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意贪、嗔、痴；现代的社会，不分老少啊，哪一个不在造？啊，小孩在造，大人看到了，不但不禁止，还鼓励他。这个社会怎么能好啊？灾难这么多，自然的灾害地震、地震龙卷风海啸，常常听到啊！啊，社会的不安定，真正是所谓的天灾人祸，没有一天
发生啊，天天都有新闻的报道，我们已经习惯了，就是没有想想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灾难。古时候有少啊，灾害没有像现在这么严重啊。只有佛菩萨看到了，他说，他劝导我们，佛过世了，3000年前就过世了，一教还留在这个世界，我们还能够看到，而一生没有看到的人多得太多。的人生，闻佛法谈何容易？啊，古时候讲的人多。出家人讲经，在家居士也讲经，我的佛法经教是从李炳南老居士那里学来的，他是在家居士，没人讲经，他发大慈悲心，在台中开讲，38年，虽然是一个星期讲一次，啊，一次2个小时。38年没中断，在台湾只有这么一个人，啊，其他也有几位，点缀而已。大的节日。讲几天前，我听过最长的1个月，道元老和尚讲经感觉1个月圆满，不是天天讲啊，啊。李老师虽然1个星期1次，38年没中断，啊，1个星期1次，啊，为什么不天天讲？听众有工作，有应酬。没有办法每天来听，所以李老师讲1个星期1天，怎么也要把这一天的时间抽出来去听经，这是印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希望大家听经不间断。
常年不见的，很难得了。老师往生了，现在学生在讲，啊，集成老师的事业。很难得了，值得赞叹。经文里面卧苦这两个字很重要，造作无卧舍卧，这是因的苦是果，前面讲的无烧啊，无痛无烧，痛是讲的现前，现前痛苦啊，受很多折磨，事事不能称心如意，烦恼习气断不了，活得很痛苦。啊，后面还有个更重的，无烧。啊，烧，前面给诸位报告了，烧是地狱，包括三恶道，地狱恶鬼出生。严格地讲，专讲地狱，展开了讲，三恶道用这个词做代表。严重啊，弥勒菩萨说，如是如是，如佛所说，佛讲的一点都没讲错。世人卧苦，如是甚深，佛此无量。欲如是至恶之人，这我有没有坏透了啊，可恶之极也。佛都用平等大慈悉度度之，佛为什么这么做，只有佛知道，菩萨知道，凡夫不知道。以不平等的心对待，啊，欢喜对待圣人，厌恶对待这些作恶的人，这不平等啊！只有佛知道，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的相啊，真的不是假的。啊，他的如来的相到哪里去了？迷了，迷而不觉，不是没有，真有，跟佛没有两样。所以佛也菩萨也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
这个不假。从事上来说，迷是一时，你总有一天会觉悟，觉悟就是诸佛如来。我不把你现前善恶放在心上，我只看到你的清净法身，只看到你无量的慈悲智慧，他看这个。佛法平等啊，真平等啊，这是心得。大慈大悲也是心得，而且是信德当中的第一德。佛有，一切众生都有，畜生也有，恶鬼也有，地狱还是有，没有失掉，只是迷而不觉。学佛的人第一个标准就是求觉而不迷。怎么样觉而不迷？像佛一样，六根在六尘境界，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没放在心上，这个我们不懂了。为什么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你现在用的心是假的，不是真心。真心怎么样？真心没有善恶，真心不是物质，真心也不是意识，意识是妄心。物质是假象，不是真的。只有佛眼菩萨看到它的真相，物质现象刹那生灭了。《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法指的物质现象，还包括精神现象，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不可得，常常放在心上，心就迷了，真心不见了。实际上，真心是在，真心是清净，没有被染污过。六根的根性是真心，六根的现象是假的。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包括意识。学佛这个概念比什么都重要。我们为什么放不下？起心动念早已，言语早已，行为早已，
能不造吗？阿罗汉开始不造了。没有证得阿罗汉，造啊！修行人，特别是佛弟子，造得比较轻，造的时候自己知道，知道为什么还要做，习气。习气很难改啊，不容易断掉啊！啊，无量劫养成的，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冒出来了。啊，按都按不住。起心动念是意在造业，分别执着是第六意识，第七摩那识在造业。阿赖耶是仓库，把这些业统统储藏在这里面，实际上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到你转八识成四智，这个时候恍然大悟啊，明白了，真放下了。在大乘教里什么地位？法身菩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真实的成就。我们在经典上看到这些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刚才说的习气放不下，只要有习气你就在迷，而不是在救。啊，阿罗汉放下执着，算是少分的救。啊，他还要修定，还要放下。放下分别，不但不执着了，分别没有了。这经上讲的平等大慈露出来了，起作用修修佛法，如果不能把经教落实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那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儒家告诉我们，求学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这都是讲你学习层次，后头有
笃行。笃行就是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用上了，用上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全用上了，圣人；大半都用上了，贤人；少份用上了，是辟支佛跟阿罗汉；没用上，六道凡夫。这么个方法，我们今天什么地位啊？六道凡夫没用上，那怎么个用？佛教的我们见色不被色诱惑，是你看得清楚，如如不动，知道他当体皆空，了不可得真相。这样的真相，今天量子力学家看到了，我们没看到。那量子力学家看到了，他还是不放不下，放不下我们知道稀奇。不容易断了，断了习气才正果啊！阿罗汉放下执着，他还有分别。菩萨放下分别，真菩萨果位啊！菩萨能把无始无明放下，就成佛了。大乘经上说的，佛法里的修行用功，不出看破放下，真能看得破放得下，你就入佛门了，真入门了，不是假的。真的是释迦的弟子啊，功夫完全在笃行，完全在放下。等觉菩萨放下最后一品生相无明，就宣布成佛了。究竟圆满，大功告成。说得容易，做起来太难。不要说这么多，一样都放不下。财色名食睡，大乘经里面佛说，这五个是地狱五条根。啊，我们对着外面的五尘境界，见到、听到、接触到，起心动念，起什么心？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一般凡夫都有。那个疑是什么？疑是佛门弟子
经他搞清楚搞明白了，根跟境界接触，他因为有疑，所以他放不下，因为放不下疑，慢慢就加深，所以学了没有别的，学了就要放下了。宗门表演的好，禅宗啊，放下的一发不离，不准你有个念头动，念头起来了，念头动了，说明没放下。放下的人没念头，没有念头人叫得定了，得三昧了。啊，我们修净土的人叫念佛三昧。学天台的人叫法华三昧，学贤首的人叫华严三昧，他定定管用，定到一定的时候开悟了，我们再看注解里。弥勒大师那本经菩萨众里面的当机，故能深明本经迷奥啊，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谁真正懂得，要像弥勒菩萨这样的人听得懂啊。我们说我们也能懂，我们只能懂得几分呢？太少了，这话怎么说？没用上啊，那就是太少了。如果懂得多，真用上了。为什么？不亦乐乎？法喜充满，真用上了，法喜充满。我们今天法喜没有升起来啊，不要说充满了，一分两分都没升起来，日子过得还是这么苦恼，啊，每一天依旧是迷惑颠倒。学了佛了啊，昨天是这个样子，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去年是这个样子，今年还是这个样子，没改啊。啊，这叫什么？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经文没真正理解，真正明白，真正清楚了，不一样了。从哪里看？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上看，它不一样了。希
心，一天比一天清净，一年比一年清净，这有进步啊！清净心生法喜，欢喜。你感到幸福、快乐，我们发喜，没有现前，什么原因？今天体会不到，啊，能体会到，就有少分的发喜。随着你对于经教的深入，发喜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啊，这是我们学佛真正有所得了，得的是发喜充满，对于环境啊，这个大千世界逐渐逐渐明白了，逐渐逐渐远离了，为什么？它是假的，确确实实能够把不把它放在心上，我们烦恼习气业障非常深重，说实实在在的话，只有净土法门信愿持名能帮助我们，除这一法之外没有任何法门我们能得真实利益。我在这讲真话，84000法门哪一门我们一生都不能成就，除净土之外，所以这一门是佛无尽的慈悲，无量寿经是佛陀在世多次宣讲，怎么知道多次呢？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无量寿经有12种译本，现在只剩下5种，7种失传，5种本子仔细去对照一下不一样，那就是佛每一次讲并不完全相同，啊，所以就证明这个经是佛多次宣讲，传到中国来的梵文本子很多，啊，所从翻译这些古大的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多次宣讲不可能有这种情形。为什么要多次宣讲？娑婆世界我们地球上的居民遇到佛法，遇到这个法门，决定得度，在一切经里头，这菩萨赞经只有这些种，跟这一种同等同样的阿弥陀经，还有个观无量寿经，天亲菩萨的往生论，
三经一论，专修净土，你能有成就。所以，这是对于至悟之人都以平等大慈习度脱之，意思就是习皆度脱矣。经中觉证即可品，这是无量寿经第二十二品，我们现在念到三十七品。二十二品里头有这么一句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习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善根，真有善根，没有善根你就不会选择这个法门，选择这个法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的大善根，你听到这个法门生欢喜心，听到这个法门生感恩的心，我得度了，我有救了，别的法门这一生不能成就，这个法门这一生决定成就，这还了得？啊，那么底下这两句话重要，若已生若当生，生什么？生信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真有，生这个信，不怀疑了。第二个，生起我决定要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愿心，我愿意去，我除这一处之外，其他的哪个你我都不想去，我就想到极乐世界。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念极乐世界。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从早到晚，这一句佛号不曾丢失。一句接着一句，他做到了。我们常常念，常常忘记，这个不行。啊，这个生的根不老，生的根老，一句一句不会忘失，就有把握往生了。生到极乐世界，决定证得无上菩提，就成佛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就是无上菩提。这是表现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之人，将来当生西方，且于当前一住镇定之居。这句话说得好，难得，太难得了。等于我们发现佛这一句给我们做印证，证明你的心是真实的，你的愿也是真实的，往生极乐世界这桩事情千真万确，不是假的。下面念老又举阿弥陀经的一句话，若有人以法愿、经法愿、当法愿，与生阿弥陀佛国者，这里的法愿这两个字重要。法愿是我真想去，设法一切诸佛刹土我不想去，我只想去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曾经发四十八大愿，我们这个经第六篇里讲的，他戒愿念佛发愿之，发愿求生，一个都不漏，一定来接引。我们信心要定了，绝不动摇。绝不退转，绝不忘失，不能忘记。每一天早晚课发愿求生，养成习惯，二十四小时当中求生净土这个念头念念不舍，念念不曾丢失，这个人必定生净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经上有一句话说：“戒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提是大彻大悟。这句话可以翻成中国字，没翻还用音译，尊重不凡。啊，三菩提翻作正觉，三藐翻作正等，阿耨多罗翻作无上，无上正等正觉，就是佛所证得的，比菩萨高啊！菩萨所证得的三藐三菩提，菩萨所证的；阿罗汉所证得的三菩提，啊，这个三不是数字，是因啊。他的意思是正，菩提是觉，就是正觉。你看正等
三藐是正等，阿耨多罗是无上，无上正等正觉。佛正等的，这就成佛了。啊，这些是表目前发愿往生的人，习不退转于菩提，故云习界度脱。啊，弥陀要解讲得更好，欧耶大师说的，你看，不论智心、善心，智心是一心专念，念这个佛号没有妄想，没有杂念，这智心；念这句佛号有杂念、有妄想，叫善心；或是有心，或是无心，或是能理解，或是不理解，这些都没关系。但弥陀名号或六方佛名，此经名字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这个经的全名佛说大乘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啊，还有庄严。一经于耳，假使千万劫后毕竟因思得透，这一经于耳就忘掉了。没错，你是忘掉了。忘掉什么？是你的烦恼。实际呢，阿赖耶识里头已进去了，已经入了档案了。这个档案在里面，无量劫之后它都不会丢掉，所以一经于耳啊，千万劫后毕竟因思得度。欧耶大师告诉我，如闻荼毒苦，缘尽皆丧，世少金刚决定不消。祖师举这两个例子来说明，又入耳根，永为道中，不会丢掉的。啊，这都是正是习度脱智的宗旨。弥勒大师末后说，受佛众会不敢为师，此乃待现在当来一切寒凌而言之者也。故我等今日皆当如大师所言，不敢为师。又抨击清曰，净土至善之地，这句话说得好，求生净土乃止于至善之功，不入净土之门，善不可得而远，恶不可得而近。只要到达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劫干的罪业都消尽了，功德都圆满了，怎么能不去啊？所以普劝大众要发大心求生净土就对了。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经越往后面，越来越恳切，啊，越来劝导，意念越深。我们要能够接受，哪有不往生做佛的道理？啊，决定不能贪恋世间，贪恋世间要受轮回之苦，轮回之苦受不尽的，不能不知道啊。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